好，下一个。我想问你，高慈悲观世音菩萨，我现在想问一个是我母亲张英去世3年了，张是什么张啊？张，工长张，英呢？英国的英，就叫张英是吧？看到了，你不像他，你长得像你爸爸。你呀，你的脸呐，跟他不像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像你爸爸。头发往后梳的，头不大，脖子有点距离，嘴巴不大，鼻子蛮大。哎呦，前世是个法师，你妈妈人非常好哎，活在人间的时候非常好，帮助很多人。好了，到阿修罗道去了。你妈妈走的时候有个遗憾，你听得懂吗？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，她有一件事情欣慰不了。是什么事？你自己想一想，跟你们家的家产房子有关系。她想把一部分的东西可能给你一个孩子，但是没给到。没有家产，要命！只是跟一个儿子。你妈妈有财产的，她自己有点东西的。你不要到她的房子啊，她过去在外面有没有，比方说打过工啊，或者她有没有这个银行里有什么钱呐、或者是她想给一个孩子的。没有，我问你几个孩子名字？他是后来嫁给我妈妈，我爸爸是生3女2男，第二次改明嫁白给我了，爸明爸。白了，明白了，哦，明白了，哦，你妈妈改嫁之后真的没钱了，在之前你妈妈有钱的，改嫁之前她有钱。而且你妈妈改嫁之前帮人家生过孩子的，对，我告诉你，那就是说的是她前夫的家里的事情了，不是说现在，听得懂了吗？对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你妈妈在前夫这里有一点钱的，走的时候就是出嫁的时候想把这个钱应该给某某某的人，结果没有给好，我就这样子。你好好的念经吧，不要去管了。今天开始帮妈妈还要超度，你能不能把她超度到天上去啊？可以。你好好念小房子，听得懂吗？可以。好吗？我可以叫你妈妈来看你。你不要怕，她很难看的话，因为现在已经在阿修罗了，不会很难看的。就说在地府里边的人，如果鬼来看，那是很难看的。像她这已经在阿修罗道了。所以你不要担心了，好吗？好了。我想问一下我女儿，1986年属虎的，属什么？属老虎。想问什么？告诉我吧。问她的事业。86年属老虎的是吧？对。不要担心了。这个孩子很懂事情，听得懂吗？以后会越来越好，不要怪他皮呀，很有脑子很有的，明白吗？很有冲劲，叫他好好读书，多给他念心经，让他开智慧。他已经出来社会做工了，已经到社会上来了。但是他是做自己的生意。我跟你说，他很有脑子的，他比你厉害。好了，你又不要担心了。我不必担心了。不要担心了，他很精明。
好吗？好。嗯，他比你轻。谢谢。